吗？我不喜欢外国人。Oh, it's fucking easy, mate. What? 本视频由中国最权威的富含整形聚合平台欧巴网倾情赞助。Right, 马上开背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师大，来这里跟妹子搭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之前呢，包括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很崇洋媚外，崇洋媚外，到底是不是呢？我们今天一个外国人，哎、一个中国人，跟他没什么事儿。对，我是打酱油的今天。对，我们看一下吧。See you later. 拜拜。美女啊！啊，留电话行吗？留电话吗？啊，哦，可以。来，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拜拜。你好，美女，你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？我不喜欢外国人。什么？不喜欢，就是。为什么？我是日本人。留个电话呗。我的电话吗？啊。怎么了？留个电话。去要电话是吗？啊。好。那、啊、谢谢啊。你好，美女，我能跟你说吗？他不能，拜拜。要你的电话行吗？啊、那个，行。嗯、啊，来，谢谢啊。啊。你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好吗？可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啊？留个电话行吗？谢谢啊。That was fucking easy, mate. 你好，美女，你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？留个电话呗。行吧，可以。爽快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美女，你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？不好意思，喜欢外国人。什么？不喜欢外国人。